官员失态又一桩，带你来看到这是陕西延安这一位呢县委书记，他在呢公开的活动舞台上头当众哦熊抱央视的女主持人，立刻呢引起了非议，遭到网友的群起炮轰。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，这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子哦，就是呢被指控的县委书记。他先是呢称赞女主持人长得俊白美哦，随后呢竟然又当众演出了熊抱这样的举动。女主持人哦当时脸上好尴尬哦，没想到这位官员呢随后还追问对方哦，我美不美啊，他说问他对方说是不是男人，结果失态的行为哦立刻被大陆网友疯狂的转载。